金夫人。顺守天意。雷莎，来。好似系 Fiber 同埋配个钟啊，感觉多群啊，点解啊？何以见得呢？哇！下面响啵啵啵啊，黐孖筋啊！啵都唔会快啲啊，使乜系咁啵啊，大哥？行就行啊，呢啲车啱唔啱先？敕令！哇！敕令啊，黐孖筋！出个金夫人先，肯定冇人理我。两只蚁，两只鹿皮 ，OK。亲力为国，算无一策。顺手牵羊。铁锁连环，雷莎，坐山观虎斗，火杀江东子弟，何事于天下？杀！哇哦！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杀芭比又唔系咁好，分分钟杀到个曹丕或者国家。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唔杀啦呢个位。杀！杀！远交近攻，乜嘢都冇。孙家天下，孙家兵，成就千秋，万世名。欢迎晒 Chum 啊！汝等看好了。渣艺唔算好劲咯，呢三只艺唔算好劲。鹿皮狗感觉劲啲啊！有个孙尚香孙权，加埋有个周瑜孙策。好嘢喎，好嘢喎！
功立业，封妻应子，正其时也。豪敦，红桃兄弟，红桃兄弟。乐不思蜀。上家咪群，点解啊？点解系群啊？冇出过牌啊！上家唔知啊，真系唔知道。感觉系我队友，感觉系我队友嚟。靠我的厉害，无中生有。哇，好乸劲！绿皮狗真系好乸劲。屯田可充盈军资，鼠辈竟敢伤粮草到手，再做主张。好拉劲，好拉劲，好拉劲。屯田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他好，我也好。天命，好拉劲。雷杀。好啊，抵！杀！抵啊！闪！真系群喎！过河拆桥！真系群！哇！金夫人旁通独苗啊，黐 Q 线！大勇若怯，唔知反鬼，我想反鬼把刀啊！反鬼把刀啊，冇乜用啊呢个位。岂会怕你？你杀我呢，我啊帮呢个魏国奶，简单嘅啫。佢仲唔开大，点解？此时不战，更待何时？万箭齐发。等待是为再次飞翔。真系国家。狂妄是需要代价的。有咩牌呢个信友？雷杀，人等杀神，我等杀佛。哇，仲杀国家，黐咗线。哦哦。就这样吧。哦。进退有据，不成一时之勇。
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远交近攻，无懈可击。过河拆桥，我买到张毛蟹出嚟。顺手牵羊，以逸待劳。见旧杀，好多人用拣群多过熟啊。咁一定系，一定系。但系四血都难讲，唔送艾群都有机会，唔送艾群都有机会呢、這个。既生瑜，何生？唔兵我啦，呢、這个国家已经。借刀杀人。同我咬死绿皮狗先。乐不思蜀，咬到出血先吓。杀！棋子在此，谁与争锋？七十四都冇用啊，择色都冇用，冇人救你啊！绿皮狗派都要死。好乸劲噶呢两个组合，呢个有个珠联璧合，呢个系一个 boss 嚟嘅，似孖筋。如果我哋唔救呢个豪敦咧，不过佢哋可能有土，咁周瑜宣策就唔会死嘅，起码三血要再粒珠，就系靠豪敦同埋 AK 推到呢个周瑜残晒。我觉得呢波未必冇得打嘅，我觉得呢波未必冇得打。天命，国家抌咗啲咩牌？国家抌咗啲杀闪都系，都系抌咗啲杀闪。决斗，有走可能。狂妄是需要代价的。决斗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团个环先。虽飞鸟亦难觅踪迹。杀！开团都玩啦，唔使用，太快啦呢、這个用啦。虽飞鸟亦难觅踪迹。咩有缘教我？国家的无懈，国家有张无懈。哇，又有土。哇，这个淤积咁 Q 弱嘅，杀到国家死嘅，杀都冇啊你。又斷殺，一記擂敵，一記攻敵。用計者，非一記之可孤行，必有數計以相之也。火攻，
但便迷踪。雷杀。虽飞鸟，亦难觅踪迹。闪。点打呢个司马懿大佬？顺手牵羊。送佢把刀，杀司马，寒冰佢。你殺我就是一個智障，很簡單的。桃園結義。南蠻入侵。此計商不到。下次注意點。愚者既出，搖搖頭。智者何存？佢系咩牌？两张伞。不拖累夫君，就是我最大的成就。唉，好难打。南蛮入侵，伤不到。杀。只可以同吕布打嘛，其他都打唔赢，真系冇办法，你唔可以控制呢、這个。未踪迹，算无一策。唔到我控制，其实同贾诩单挑都唔系话冇得打嘅，即系如果有得拣就司马一定系冇得打嘅，同贾诩都可能有得练下，但系就一定唔会同司马单挑噶啦。一定不用司马单挑的这个位置，单挑司马解都太难。人等杀神，我等杀佛。愚者既出，下次注意点。最惨就是我现在对死司马我又赢不到，即这个就是最尴尬。我一定要找一个位置呢，真的很尴尬这个位置，这么多土的这个司马，唉，谁与争锋？无懈可击。乐不思蜀。哎 ，OK 啊，这个狼。哇，这个贾诩系咁断杀。你真是条汉子。系咁断晒呢条契弟。想留翻张梅花，睇下有冇机会，因为佢始终系雷杀啦，始终雷杀都系想留翻，真系好鬼难打，大佬。呢个贾诩永远都系断杀，你换把刀做乜嘢，大哥？你哋唔出力，我都唔出力啊，大佬，黐条线真系，一个独苗，想我出力吓？你哋唔杀唔好杀咯吓，我唔会帮你打工嘅，大家唔好杀，最多一齐输系咪？黐孖筋都要杀嘅啦，你都要杀司马噶，唔通永远都唔杀咩？大佬，呢啲系智障啊！呢条友真系全部智障，智障人士。
打谁都打不过，系啊。欢迎阿 Gabriel， 冇办法嘅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我哋控制唔到，控制唔到，冇办法。金夫人冇队友三百万。有土啊！呢个预计肯定应该两粒啊，最少最少两粒土。幻化漫战，藏匿于乾坤。佢真系冇杀呢个预计。真系冇杀，哇！加码都唔要，系咪？感觉有土啊！呢个新友应该有土，加一码都唔要，两粒土啊嘛，可能神速啊！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南蛮入侵，奈我何？呢个连你冇用，唔要啦，唔要啦，抌咗佢先。除非司马一，其他呢个位置可以搏一搏，同驾喺单挑。点解咁懒打，大佬？虽飞鸟亦难觅踪迹，谁与争锋？不如逼下千万，我唔想得罪群雄啊！而家。我不想得罪两边啊，我要找个机会一波清啊，这样得罪他，他搞我就赢不到了。李普当然我想逼了他千万啦，我当然想拆晒他的装备，但是不可以这样做嘛，有时不可以这样做。同埋我不知道搞了几粒土，我打死司马我未必赢到，都是很烦的，即是这两个群狗很烦很烦。粒走一定要留翻啦！吾乃天命之子，杀！等司马逼佢啲玩出嚟咯，啱唔啱先？唔会由我出手噶嘛呢度？等啊嘛，系一定要等啊！呢铺一定要等，你一急就会即刻输噶啦呢铺，所以呢铺好难，真系好难，睇下有冇机会啦。不过都系难嘅。你话同佢哋单挑我唔惊，我就系惊同司马单挑，佢哋两个即系搞佢我都唔惊，搞佢好似唔系好识玩啦感觉。无中生有，哇犀利啊！乐不思蜀，见唔见到佢哋群就会打危，因为我唔打群，哇八卦阵添仲有，唉好难好难。大勇若气，又有土见唔见到？打唔死根本就，所以你唔可以喐手呢个位，真系唔可以喐手，等佢哋自己做嘢。信有咩牌？信有一张杀，一杀，一土，五六剑，七零。哎呀，好 Q 难啊！咁多位，点解咁 Q 难嘅呢铺？赢一铺啫，大佬。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
表数计以相之也。都是一堆垃圾。波波，闪都唔留啦。波波，因为万一假佢收咗呢个司马咧，我哋就要搞死呢个吕布。要留张顺手啊！呢个位置，仲有张木鞋顶你啊！一閃一吐啊！呢個司馬懿又冇殺，有毛蟹呢個群狗，群狗有毛蟹。誒，呢個決鬥唔錯喎！呢個決鬥。愚者既出，下次注意點。智者何存？殺！人等殺神，我等殺佛。大勇若怯，佢啊嘛。大智如愚。殺閃無懈順手，殺閃無懈順手。又顺咗粒土，铁锁连环，又火煞啦，雷煞，个雷煞啫。咦，大谂头啊！呢个司马懿，能不能快一点？兵贵神速啊！抵啊！诶，佢唔决斗嘅，我因为有千幻系嘛，同埋有无懈啊呢个司马懿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屌呢个吕布，唉，只能托管点千马金。都要搞我啦，正契弟。杀！玩一玩激先，表达不满。幻化于阴阳。诶，好啊，抵。于乾坤。抵啊！嬲啊嘛，嬲嬲猪啊嘛，抵啊！我系唔杀噶啦，我系等你杀啊，我唔会出力嘅呢个位。神速啊！冰凉寸断。司马你唔使赢，你铺肯定唔使赢。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兵贵神速啊！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。唉，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有冇头咧？呢个司马？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兵贵神速啊！哎。神速到无尽，丞相，
先行告退。无中生有。Holy shit！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唔好嚟紧火攻啊！警告你啊，做个人啦、啊，做个人。做个人，做个人，做个人。我过牌多过佢，有机会啊！你好。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。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阴阳藏匿于乾坤。杀！杀！颠沛一世，不可轻易放弃。哇！吓到我黐乸线。唯有舍弃，才有回报。吓到我黐乸线，大佬。顺手牵羊。Fuck！有张无鞋，我唔系千环啊，唔系呢个咩嚟噶？千环嚟，千环嚟。哇！你做个人啊，大佬。做个人啊，大佬。做个人得唔得？做个人，做个人，做个人。唯有舍弃，才有回报。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。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做个人啊，大佬！做个人，做个人。唯有舍弃，才有回报。一计擂敌，一计攻敌。过河拆桥。做个人，做个人，做个人。颠沛一世，不可轻易放弃。火攻。逼咗张无蟹出嚟先，逼咗张环出嚟先。Nice 啊，契弟，无鞋，抵啊！技术国战啊，咁多位，技术国战啊，又系，真系难你铺，真系难。上兽衣真系上得极级靓，真系极级靓。咁 Q 多属性杀咗呢个假佢吓？一计擂敌，一计攻敌，无懈可击。其实咪应该留把刀，应该留把刀啊！呢个位唔应该留闪，留把刀应该。佢
佢拆咗把刀啊，咪攋嘢。哇，咁攋多罗嘅你，你系咪黐线嘅大佬？摸两张牌成日有罗噶喎，有粒走，全部罗噶吓，开罗卦嘛呢叫开罗卦。佢有張酒啊，機智我留兩張殺，極度機智。虽飞鸟亦难觅踪迹，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九，火杀，闪，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相之也。虚否？颠沛一世，不可轻易放弃。